有一个人二婚，婚礼那天他前妻给他送来了一袋枣子，一袋金，一只精致的碗，一把漂亮的太阳伞，还有一只打火机。接过这四样礼物，这个哥们儿还挺高兴的，心想，哎呀，你看我的前妻给我枣，可能是要我早生贵子吧，碗应该说是婚后我们有碗饭吃吧，太阳伞它可能是说我们婚后无风无雨的意思，打火机比喻是今后日子红红火火吧。晚上回到新房，他把四样礼物放在桌子上一看，早晚散火。这就是人的心态，有几个人会这么宽宏大量，他叫他早晚散火呀。要明白，夫妻相处的时候，他们曾经也畅快地笑过，痛快地哭过，他们曾那样真切地爱过和规划过他们的未来，最终还是走散了。要懂得，有些人帮助你，改变了你一生的轨迹，有些人待你似亲人，爱你如生命，他们就在那里，但现在怎么也不愿意见到你，这就叫缘分。不管讨债还债，台长告诉你们，连护法神保佑你，也要靠着你这个佛缘呐。你不拜佛不磕头，护法神不会来保佑你们的。你们不好好念经，天天动坏脑筋，没有佛来保护你，只有魔来关注你呀。一个做房地产的老板感激一个部下的忠诚，打算奖励这个部下一套房子，他就让这位员工在公司的自己开发的一个小区随便选一套。没想到这位部下呢，选了一个120平方的大套间，这位老板就不高兴。老板以为这位部下会自觉的选择一个80平方的小套，老板跟别人说，没想到这个部下这么贪呢。老板改变了主意，自作主张了，送给这个部下一个80平方的小套房。于是这位部下从此心怀不满，这位老板也失去了一个好的员工。所以我们做人要修心修道，一颗平静的心，把心放正了，一切安然自在。其实生活也很简单，就是要在当下修行。其实修行就是在生活当中，修行就是时时刻刻在你的生活当中。有时候生活的不如意，要自己随缘，要懂得用智慧来克服你的烦恼。